最好是看那个那还有那那个我们前站长帮我们看一下电视。一名陌生男子贴近后，以身体顶撞其臀部多次。警方依据报案人提供之衣着特征，配合车厢监视器影像，最终查获该名男子到案，并依性骚扰防治法移送法办。七月初，亦有女子报称于捷运列车车厢遭男子以身体顶撞磨蹭其臀部，经警方过滤站体及车厢监视器影像，最终锁定一名年轻20岁男子，埋伏查缉到案，同样依性骚扰防治法移送法办。今年迄今，捷运系统内共发生性骚扰案件34件，占目前刑案比例15%。犯案手法多是选择上下班车厢人潮众多且拥挤的时段，或趁人不备触碰被害人胸部、臀部等隐私部位。捷警队提醒女性民众，在捷运系统内遇到疑似性骚扰行为，可立即大声呼喊求援，或就近向站务人员求助，亦可拨打110报案电话，警方会立即赶赴现场。也警告犯嫌不要心存侥幸，捷运站体及车厢均密布监视器，故意时冲动而留下犯罪记录。